现金15000哦。好，你叫他丢我桌上就好了，我在录影。他很年轻哎。嗯。他忘记带伞了。啊。他就想。所以你跟他撑一支啊。他还帮我撑伞。然后我说不用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然后后来不是是Seven要回去吗？他就说那我送你回去，我说没关系，我用不了。